A roof collapsed at a supermarket in France. 你一直在按电话，已经按了一整天了，到底做什么的？ 阿公，我在online shopping，现在很多人都在这边买很便宜的东西，而且我跟你讲，现在我用 apps 买东西哦，可以很便宜，也很漂亮。你看，这个婚纱很美哦，嘿，又很便宜耶。阿公，买这给阿婆啦。 啊，买来做什么呀？哎呦，他每天都在 complain， 说他30年前都没有机会穿到婚纱，你去买给他啦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就不要这么八卦了。就算是我买了，他也不会穿呐。哎呦，阿公，你一点都不浪漫的。 谢谢你这30年来对我的关爱，对这个家庭无私的付出。那时候的我环境不好，没办法让你穿上一件漂亮的婚纱。到现在，这份遗憾一直都藏在我的心中。今晚我希望你能穿这件婚纱与我共进晚餐，你愿意吗？ 我们走吧。